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优米。今天这支影片呢是 Cosme 第一家的开箱，然后很开心，收到了满满一箱的礼物 from Cosme 第一。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这次都收到了什么礼物吧。他们的每一个产品都是独立的 bubble wrap，然后再放在一起，然后他们都会把产品排放的非常的好，所以没有任何的损坏。那我这次选的全部都是护肤的产品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选了哪些东西。首先要和你们分享的呢，就是这个牌子是不是叫 Lilies？就是这个牌子的东西。然后我选的是一个套装，然后这个套装里面是有一个 Hydrating 的 Cream，还有一个护手霜，后一个是他们家的 Toner。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的 packaging，真的它包的都非常的好。这个因为我打开试过了，打开之后它会有一个 sticker，然后就是要把这个再打开。它里面的包装真的非常漂亮，就是这个 toner 它是一个塑料的，然后它是这种按压式的，就是比其他正常的 toner 的包装要来的更加的卫生一些，因为你不需要把它这样倒出来接触你的棉花，你只需要这样挤出来就好了，所以我非常喜欢它的包装。然后它的面霜呢，里面是一个玻璃的瓶子的，所以看起来质感也非常的好，包装真的非常的美，就是玻璃瓶子，还有一个金色的盖子，这个就是它的保湿面霜，还选了一个他们家的这个精华，然后这个精华呢是抗老的。因为我想要试试看他们家的东西，看好不好用，所以它就是早晚都可以用的一个精华液。然后打开之后呢，精华液是这样子的，它是一个金色的，然后也是按压式的。然后我选了两款眼霜，第一款是这个 SK-II 家的一个套装的组合，它是叫做 Magnetic Eye Care Kit，里面就是有一个 Stand Power 的眼霜，跟它送的一个按摩的棒子，然后我觉得这款套装非常划算，因为价钱就是和他们卖这样正常的一款眼霜的价钱差不多。那除此之外呢，它还有送一个按摩的棒子，所以我觉得就非常好用。因为你在擦眼睛的时候，通常需要一些就是按摩的手法，所以如果有这种辅助的工具就会更好。它就是送了一个这么的，它。这个 SK-II 就是送了一个这样的按摩棒，然后就可以用它来按一下眼睛的周围，而且这个是金属的，这边银色的部分，所以就会凉凉的，促进你的这边的血液循环，然后可以消肿，然后去黑眼圈之类的。是 Sisley 家的眼霜，然后这个眼霜是 Eye and Lip Contour Cream，就是。然后这个打开是那个白色的，就透明罐子的。然后 Sisley 家的都是塑料，但塑料的质感也是非常好。然后这款也是比较针对熟龄，就是肌肤来使用的，它是比较算是抗老系列的眼霜。然后之后我会和大家做一个各个牌子的眼霜的对比，然后希望也对你们有帮助。OK，然后说到眼霜呢，我还选了一个眼部的 Eye Cream。这个牌子应该是叫做 M Marine Ball Line，应该是叫这个牌子吧，是这样的。然后这个就是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好评，大家都说这款 Anti Aging 的 Eye Cream 好像很有效，然后我非常期待这款产品。它一共是有15 ml，然后里面呢，打开看一下，就是这样的一个眼霜。是抗老的，所以我非常期待它的效果。一点点淡淡的香味，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。OK，再来呢，我就是选了一个奥尔滨家的健康水，然后我选的是330 ml 的这一个，我非常喜欢这个健康水，这已经是我的第三罐了。然后他们家这个健康水湿敷的效果非常好，让皮肤变得比较白皙透亮一些，还有就是它可以抑制痘痘，就是当我的脸觉得痘痘要快冒出来的时候，赶快敷它湿敷，就是效果非常好。OK，然后最后一个我选的产品呢是兰蔻家的这个小黑瓶，
然后这个我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就是这个 Genifique，真的非常非常好用。就是我试过 Estee Lauder 家的小棕瓶，然后有试过雪花秀家的那个润燥精华，我觉得我还是最最喜欢兰蔻家的小黑瓶，款的使用感真的非常好。首先它就是不黏腻，然后吸收力很强，让你的皮肤有很好的保水感，会加强之后的精华或者面霜的吸收。就是味道也非常的宜人，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，也非常推荐这款产品。还有一个要提到的就是他们给大家一个15% 折扣嘛，所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划算。他们家的 SK-II 的产品已经比市面上的价钱要便宜了。要不是他们 promotion 或者是清货的产品的话，你还可以再用这个15% 的折扣码拿到一个85折。所以我会把折扣码打在屏幕的下面。OK，那以上就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 Cosme D 家的开箱，希望你们还喜欢哦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